Hello， 大家好。講少咗，多謝邊個？咁然後咧，我係好想當面咁樣多謝大家，因為好似前日大家見到我啦，咁但係我亦都唔知講啲乜嘢好。咁其實今日我都唔知講啲乜嘢好，但係但我知道大家喺度等咗我好耐啦，亦都大家支持咗我咁耐，咁所以我亦都希望自己唔會辜負大家對我呢一個期望。亦都好想當大家係我嘅屋企人、朋友咁樣，因為大家都真係好錫我。其實冇咗你哋，冇咗大家，我都係唔係一個炎明器咁，所以好想喺度真係好多謝大家。然後呢一個獎係屬於大家嘅，咁然後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時間，俾多啲機會我，做多啲歌曲，唔單止 Little Magic， 亦都希望之後嘅成績可以再好啲。咁然後。無愧對大家。咁雖然我知道，我亦都知道大家可能唔希望我有咁大嘅壓力，即係覺得自己一定要攞到邊一個位置，邊一個位置。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大家健康快樂、開心就 OK。呢啲粗重嘢等我嚟做。好，我會喺度多謝大家。好。恭喜朱姐！哇！这么大！恭喜朱姐！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